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8月10号，综艺真人秀《新手驾到》召开发布会，算是正式定档。这档综艺节目将在8月13号晚间10点湖南卫视播出，接棒的是湖南台的《新厨100》。对于《新手驾到》这档综艺而言，目前已经确定了7位明星嘉宾，阵容可谓是过分强大，提前具备了爆款气象。不妨先说《新手驾到》的明星阵容，目前已经可以确认7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戚薇、周深、霍尊、虞美人以及吴宣仪，包括王琳凯和武艺，这7位嘉宾都是自带粉丝无数的啊！显然是湖南卫视这一档全新综艺节目依旧走流量路线，用多位粉丝无数的嘉宾来撑起场面。对于这种操作而言，显然已经在先期上保障了节目的网络传播效果。再说节目内容和形式，这7位嘉宾被分为手动挡和自动挡两个部分。节目内容方面呢，以7位明星学开车为主。节目形式上则是分为场内和场外两个部分，场内部分是学员一起学习交通规则知识，并且进行交规考试，场外部分则是学员们上手学车，就到了实战演练阶段。明星新手学开车全程真人秀制作，新手驾到的看点应该会非常丰富。其实啊，以往我们的段子当中不乏新手学开车的内容，而学习开车的技术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非常普及的行为，因此这档综艺的内容呢，显然是观众比较熟悉的，不会有内容上的陌生感，只会升起很多的共鸣来。节目在内容方式能够赢得观众的好感，驾校学习的部分也是真正的干货内容，不至于让节目成为全程恶搞的真人秀。全程干货是新手驾到最令观众期待的地方，而考试部分的加入呢，也让这档综艺带着青春校园剧的味道。驾校学习的部分是节目的重要干货内容，而考试部分则要看每位明星学员自己的真本事了。对于7位嘉宾而言，能够拿出真本事考试顺利通过的，可能会赢得观众更多的认可，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可能会让观众对他们给予大量的失望了。正是基于这个层面，7位明星嘉宾估计会实现学习上的争先恐后，有竞争节目才会好看。外加上驾校的段子视频本身就不少，学员们轻松演绎一下，就能够让这档综艺呈现活泼的青春气息。干货看点的同时啊，也有欢乐的喜剧笑点在。对于这档综艺而言，这是明星真人秀当中的另辟蹊径，用考试是否通过作为衡量嘉宾的最终标准，显然是公平有效的。无论是嘉宾阵容，还是新手驾到已经公布的节目内容与形式，都带着爆款的气象。这档明星真人秀是以学开车的真实场景作为蓝本的，而节目的最终要求也非常明确，就是顺利拿到驾照，这是综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的表现，这就比很多明星真人秀的思路要清晰的太多了。只要节目不出太大意外，就不会出现口碑上的问题。当然，从目前发布会公布的片花内容来看，新手驾到可能会出现口碑风险的地方，就是恶搞的部分内容。比如说已经发布的先导预告片当中，嘉宾虞美人和教练司机逗乐子的段子视频，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融梗制作，类似于逗乐子的驾校视频已经是过分泛滥了，乃至于说喜剧明星大鹏在数年之前就已经拍摄了大量的类似于爆笑的短视频内容。若是新手驾到充斥着大量的类似融梗段子，则会势必影响节目的最终口碑。对于观众而言，大家这一档综艺明星阵容和综艺内容当然是首要考虑的，但是节目的原创性、桥段的新鲜感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在一定的程度之上，观众更需要这种原创价值明确的内容，一旦融梗过度，就会遭遇到口碑滑铁卢了。嘉宾的个人表现力方面，戚薇、周深和吴宣仪等人都是属于性格较外向的，尤其是戚薇和周深已经是多档明星真人秀的嘉宾，他们在呈现喜剧笑点呢，按要求完成节目组任务等等的方面，都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这类明星真人秀嘉宾性格外放，形成的这个综艺效果呢，就会非常的丰满一些了。让人较为担心的是，其实啊是王琳凯、武艺这样的青年明星，他们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啊，呈现的是一种较为内向的状态。真人秀的舞台之上，嘉宾若是内向起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节目的最终效果。诚然，贾玲、沈腾学开车会是笑点满满的，武艺、王琳凯这样的内向型的明星学开车，不知道是否会有别样味道呢？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